你怎么可以信任他呢？对啊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铁丝。今天铁丝露营团来到苗栗泰安的五兰露营区。营区海拔1200公尺，山水如画，群山环绕，无遮蔽的让人尽情观欣赏月。云海山景，营主用心养护厚实的大片草皮，并且拥有超棒的全新卫浴哟。我们已经到五兰露营区了，但是我们夜冲没有带到打气的，用冲充气床的，只能冲到现在这个状态，是充气床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要等另一台车，慢慢再送过来。现在就准备食材，现在先煮火锅，等他们来。可是我们现在在哪里？在五兰。五兰。旁边那个流浪汉是谁？这种高山吃离子气最赞的。现在是早上5:55，再过5分钟就6点后太阳就会出现了。但是我看应该是看不到太阳了吧？嘿。东边在那个方向、哦、大家都知道日出东边，5分钟后就有日出了，方向好了。我们今天是在苗栗的五兰，然后这里的草皮真的很漂亮，可惜今天是阴天，期待看看明天会不会是晴天。这是我们的营帐，来山上就为了等这一刻，还有看日出啊，对不对？不能睡。再继续这样子，你要冷死了。我们现在搭的是天幕。因为今天下雨天，所以要搭天幕，就比较不会那么淋到雨。对啊，往天摸，快来看吧。对啊，第一次搭起来。我想要敲。最后一个给你敲吧。好痛啊！你怎么可以信任他呢？对啊。哇，我们的天幕第一次搭起来的，超大的。再烫烫手，黑色都烫好，手不要碰。是不是变手烫了？现在还有胖吗？不是啊。不是，我要把全部的面包吃完，然后帮我吃成瘦瘦的人。好啊，你没有吃完就给我把它了。我们的早餐三明治沙拉，还有配我们的茶，还有热奶茶，这是我们的模特。早餐吐司配沙拉，看起来超好吃。你可以吃一口吗？示范一下。我之后，好美，很美，对不对 ？Hello， 再回来 ，Hello。Hello。我们要去哪里？我们要去双水。这也是雨雪肌肉是吗？对啊，今天没有太阳了。对啊。对啊。一下有太阳，一下有雾。对啊，今天是雾，还好没下雨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刚刚出来，雨就下来了。啊，雨是一阵一阵的、啊。B5，比那是 A5。A5。对。那就是 A6，对 ，A7，咱三个一起去好不好？我要想要装到这里。那装本来。你想要冰雪吗？冰雪跟热水这两个。不用啊，温水就可以了。温水就可以了，这里是五兰露营区啊，然后营主
非常的干净哎，我觉得好厉害，很多设备都很新。然后这边是我们的食材，因为冰箱都好干净，这是装水的地方，我只是在装水。背号验一下。等等，那边可以出去哦。嗯，好。刚好出去了。它干净到连烟灰缸，哇塞，都刷到跟新的一样。觉得这个营主应该有洁癖吧 ？Hello， 挥手一下，这是我们的煮饭婆。是吗？还叫大厨？大厨，大厨挥手。哈哈。不会啊。我们来找飞机，这个家伙掉第二，撞到第二台空拍机了。他跟我不合哎，这个是。你一定开什么运动模式吧，对不对？对。让我飞快一点。刚刚听你说什么飞太慢了，才刚修好又飞到第二，撞到第二台。春姐，谢谢你，飞机手 say hi。帮我们找空拍机哥哥。找到尸体了。那这边战损的对吧无人机，然后这桨都刮到了这边，所以等下换要换桨，要换桨是吧、嗯？至少找到，嗯，太感动了，对啊，表示人品还不错。OK， 哇哦，太感动了。老婆，今天午餐吃什么？然后呢？还有青菜，你不能说加青菜，重说一次。你干嘛翻白眼？那个是那个什么罗旺的眼神。人家说蛤蜊意大利面，然后要加个左字，知道吗？炒青菜，我是炒青菜。人家说左青菜，左炒青菜，懂吗？左炒青菜，这样才有高级感。左罗勒，对啊，左罗勒有没有？懂吗？懂吗？你已经从乡下人进阶成城市人了，现在说话要有一点那种人文气息。OK， 来再一次好不好？好，后来午餐是什么？吃蛤蜊面。佐罗勒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不会是小马骗吧？现学现卖啊！笑死了。对啊。我们来看，等下来给大厨几个特写镜头。大厨可以吗？还是叫煮饭婆？哈哈哈哈哈！他在洗什么？今天天气超级好，我现在就要去来去看一下他的厕所。他的卫浴有两种，一种是像这种比较大的，就是亲子的卫浴，然后一种是他的卫浴啊，其实很干净。然后热水也很充足。
哇，背景是云海，好美哦。这是什么 pose？ 帅哥的 pose。还要思考一下。你在怀疑是自己是不是帅哥，是不是？对啊。这是加油。我们有脑子的爸爸，都是直接做的。豆豆。豆豆。我们是在用煤油暖炉来取暖，然后顺便煮柠檬红茶。那给我放。我那是红茶。来，谢谢你，笑一下。耶、yeah, ，谢谢你。云海翻滚，宛如丝绸般的在托文天际展开，仿佛大自然的诗篇在空中编织。它让人感受到宁静与神秘的交融，仿佛踏入一片梦幻的世界。这壮丽的景象彰显了大地的伟大之处，让人不禁赞叹自然造物的神奇。草皮犹如大地柔软的垫子，绿意盎然的色彩宛如大地的呼吸。烤肉的乐趣仿佛跳动的火焰，散发出香气诱人的诱惑。在烤制的热氛围中，食物散发出独特的香味，勾起味蕾的愉悦。烤熟的时刻仿佛是一场美味的冒险，让人迷恋于火焰闪烁间的美好滋味。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是这个，过客了，超大只，先一人吃一半，等一下再继续烤。哇，我们今天烤肉烤太久了，把那个烤盘给烤坏了。这个是真的 BBQ， 所以现在改用烤吐司机来烤肉。基本上早餐很简单，结果还是这样。对啊。嗯。这你的早餐？我有蛋。什么早餐？吐司加蛋。对，里面还有很多生料。嗯。好，我们来介绍我们这个心脏。第一次用，我们住了。两天两夜。这个帐是一房一厅，然后这边这个是他的大天幕，前天这个是他小天幕，然后这边的天幕大小是这边的大概一倍吧。然后来到里面，不知道里面哪有，里面很大。这边我们是规划为客厅，也可以容纳四个人的客厅，很大。然后里面是我们的房间，这边的房间，这可以放两张弹簧床，哦，空间也是蛮大的。三面都有窗户，哦，这边有窗户，都是通风口。然后这边客厅的话是一边是窗户，一边是烟囱，这边是大门，然后这边是侧门，所以等于是说，这边可以当作大门，这边也可以当作大门。然后这个是新板的话上面有黑胶，黑胶的话就是你在睡觉的时候比较不会被热醒，有效的隔热之外，也比较不会那么亮。这边是寝室间，寝室间也是有黑胶的。那天花板很高，天花板的话，只要摸，哦，手都摸不到底，所以其实它非常的高。等一下我们用人来做示范。那这是充气帐，充气帐的话就全部都是靠这种气柱撑起来的。它全部是靠这种气柱撑起来的，所以很方便，就打个气，全部都撑起来，整个房屋子都撑起来了。
老弟身高150，然后请老弟做示范。老弟身高165吧，差不多。对，然后你先站着就好，站直。哎，你看上面空间还蛮高的。嗯。然后手举起来，也是摸摸天花板，所以它天花板里面是很高的，就里面很多，里面很宽敞，很舒适。嗯。你拿一个啊，这边你还可以放东西哦。OK， 一根东西就可以丢这里。好。这边这样水果。外面就是这样子砌柱，都是靠打气撑起来的。它的砌柱非常的硬，你看，撞到头会痛。好，砌柱，我昨天撞了好几次，真的。然后这边是烟囱的孔，透气孔。然后这边是窗户，这边也是窗户。这是小屋子的大小，就外面看起来有点像小别墅，里面空间也是很大。我们觉得很方便是，它只要充好之后，我们基本上没有下银钉。然后里面的话都是用一些碎垫啊一些东西去压。这边是它的侧边天幕。不对了，这边是它的后窗。好，透气后窗，采光后窗，那这边是侧窗户。天幕的高度可以用你的杆子去撑高度，然后要这边就要下迎宾。这边天幕的空间也蛮大的，所以这整个帐是我们住四个人没有问题，空间非常充裕。所以也不用搭天幕了，算是一个帐就有可以放两张床，一个帐可以放两张床，然后还有客厅帐也包含了，还有两个天幕帐都有了，一体成型的，很方便。好，介绍到这边，好，我们要泄气喽。那泄气的话，我们转这边就可以泄气了。好，是这个位置。我看。嗯，房子马上倒下来，现在把剩余的空气抽掉啊。